清泉桥。现在时间3:40，清泉桥。这是730频道的入口。刚10分钟前到，这个回车，这回车道。前面停了3部车，这里也韩国3部车，真的是很难停。马上就在这里，然后后面一早还有一点起床，1:30出发，早点下来。现在时间1:40，现在要准备出发了。因为我的车子挡到别人，希望不要造成别人困扰，所以我要早点出发，早点回来。哦，现在4:20，对面山头有点曙光出来了。现在4:40，到达栓山的岔路。好，我们来看上面。哦，天亮了哦，曙光乍现哦。这边是水塔。还有要多久到公寮？好吧，这边是往公寮左边，这右边是栓山另外一条岔路。好，我先往公寮，先去明里。现在5:20，公寮到了，这边是公寮。现在是5:20，休息一个几分钟，等下准备上去。那边应该是栓山，然后在我的后面，那地方应该是明岭。哦，这边是10号，还有30号就到了，这是一个营地。现在7:20，快要上零线了，累呀。看一下，很陡，要往那边上去啊，非常陡。好，终于到临县了，这边有岔路，这边是到明灵山，左边是到人什么岱山，也要往这边走，啊，先去明灵，应该快到了。看到我后面那个没有？到了。灵隐山，终于，不过还有一段路，还要走过去，应该不到1公里。灵隐山在那边，现在时间，看一下，8点，刚刚好。哦，搞8点，这么久。哦，这里还有一滩水，可以在这边住宿。哦，现在时间8:10。即将攻顶，加油！攻顶成功，灵隐山山脚点，从那边来的，从这边上来的，好累啊！好，休息一下。前面这一个中央尖山，希望下次可以过去。现在没有什么体力，这是今年的一个目标，可以冲中央尖，好吧？再看一下吧，等一下要去那里。这个地方，左边这边，那就是栓山。不要看很近，不要绕很远。走了。
好，今天这个命令山是我包场，所以你要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往这边。这边是人岱山，刚上面那个地方就是明里，从那边下来的。现在往这个方向走，往哪里呢？向后转，往这个方向下去之后，要上来，上来哪里呢？到那个地方，双山，还有一段路哦。现在10:10，到达人岱山北山。等一下，从这里下去，陡坡，哎，希望快点到。公寮在前面，现在我要往后面，这边。好，这左边是要上双山的一个岔路，这边是顶道，我先往左，再从另外一条路下来。刚爬完岷岭，刚过了25K 的公寮，现在要陡坡。上双山，看到没？后面很陡哦。终于走到岔路了。这个是等一下另外一条路走林道的，刚从这边上来。好，先看一下。好，那边，那里，那就是啊，岷岭山。刚从那边过来，现在到哪里知道吗？坑那边没有？这个突突的，那就是双山，大概不到1公里了。现在时间12:25，双山好了。哇，那么难爬，太恐怖了！吼、哦，我以为才很短呢，结果那么长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刚刚从那边看到没有，岷岭山。一直下来，下去，上来，哦吼，这边，再从那边过来，哦，然后咱们过去，然后下去，到林道，哦吼，休息一下，感谢主，终于让我爬完这两座山。刚刚是从那个地方，岷岭山过来，来到这里，哇、哦，真是不敢想象。哇，走那么远，好看左边这边，它是碧鹿山，沿着那个碧，这边是巨石连峰，然后到这边，这个应该是羊头山，往左边，这个远远的头，那个是无名山，然后再往左边，那个特别尖的中央尖，它后面那一个非常雄，看起来雄伟的那个。那就是帝王之山，南湖大山。而我现在在哪里呢？请看，我现在在这里，这什么山知道吗？双山。今天去岷岭，现在在双山。哇，完全是包场，没有任何一个人。现在12:45。等一下，再5分钟我就下去了，就能够早点下去，早点到登山口的车那边，最好不要挡到别人，因为明天的话，假如可以，还可以继续避阳纵走。好，干嘛的？贴到林道了，我还有。10几公里要走嘞，第一零到10几公里哦。哦，哦，早上从这边过去，等一下从这边，好休息一下。现在时间1:45，早上从这边过去的。然后呢，啊，等一下往这边过去，然后这左边上去。是要到双山的另外一条路，
啊，好，哦，还有十几公里的林道要梯，哦，现在2点，看4点以前能不能到，啊，希望4点以前能到，不然今假日有人上来，到时候塞车啊。这边是一个岔路，晚上会，晚上没办法照，因为太暗。是往下面走的，去爬另一座山。终于到了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没有挡到别人的车。你看，我有留言。OK， 休息一下，化个妆，回家喽。哎呦，奶奶。现在是4:10，刚好4点到达这边 TK 的停车场。啊，感谢上帝，今天的整个从启灯以及整个过程当中都非常平安和顺利，但是脚有点不舒服，再考虑看看明天的臂阳要不要继续去看一下。这边路真的不好走，这是好的，等下前面还更难走的，等下给你们看。为什么要用地铁高铁盘？哇，看到没有？你吊桥。呜呜呜呼呜呼，呦呦呦呦，呜，耶呼！哎哎哎，完了！哎哎哎，完了！OK， 看到没有？要刮车哦，小心你嫌你的车子钣金太亮，要磨粗一点就来这边。OK， 还让你磨得好粗好粗哦。